久违的，俺问你个事儿。什么事儿？你有回家了没？嗯，郭金石，又没个正形，你怎么能问女同志这个问题呢？那有啥不能问的？有就是有，没有就是没有。俺看你这害臊的样子，八成还是个黄花大闺女了吧？ 小子笨蛋，逃了逃了！撤！前面冲不过去了，我带弟兄们打掩护，让我妹妹带你们从另一条路走，要走一起走。不行，任务要紧，你先走。自个儿怎么能行呢？别废话，快走！走！注意安全，好。 这片林子，咱们就算突破鬼子的包围了，我们还是先等等你姐吧。不用了，他们对这片熟得很，闭着眼睛都能摸过来。咱们先翻过去再说吧。先走吧。那个女娃子能带啥到啊？咱闹这么闲，这样，你告诉俺们往哪头走，俺带路。走。好。哎，我走。